落地来捡小迪宝，直接切车换位，美滋滋呀，美滋滋，啊，真香呀！然后开机机带你们来一个99%都不知道的军火库，我先把这个位置给你们标出来，记不住的话双击此视频保存哦。OK， 直接开它，先扔它颗欧力给，你们帮我算一下，用了多少发加特与子弹打开的军火库哦。开了看看有什么，这也太肥了，一定要记得这个位置哦。这边发现台野生火力车，火力好猛呀，切机换位来喽。我真的服了你们这些损失了，能不能少给我发一点这些正能量，我真的受不了呀。开机机来抢据点喽，又右边落了个小可爱。这下面还有，当一波老六，看到你了。拿下非常完美，拿宝箱喽，先熏他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好的宝贝。追踪导弹还不错呀，再看看这个，哇塞，四连到手了，啊，真香呀！溜了溜了，来拿第二个宝箱了。有宝箱都没开就去捡了，看我的！又被锁定了，直接下来给他放个无人机。来喽来喽！OK， 拿捏了，过来拿宝箱啦。梦想之居激光导弹真不错，啊，真香啊，溜溜球喽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火力对决老六代言人凡神，宝贝们记得留个关注哟，给你们撒个花花。